欢迎收听迷你之音第二集。今天的故事车环岛地点，我们到了宜兰县三星乡最有名的行健有机梦想村。所以呢，应该大家用膝盖想也知道大米会找谁来跟我们一起聊天，当我们故事车的主角，那当然就是张美村长咯，也是行健有机村的灵魂人物，因为他，所以有了行健有机梦想村。张美阿嬷哦，我哪是该开杠？我们聊天一定也是用我们最熟悉、最流利的母语。我想好是流利啦，哈，我会尽量配合阿嬷讲话较流利嘞。不过，今仔日真欢喜张美阿嬷，我其实我无要叫你阿嬷，我拢叫你阿姨。你也感觉怪怪不？没哈，你叫我阿姨也塞，因为我跟你妈嘛是同年龄的啊。对，我就是第一个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讲，没哪会塞你叫你阿妈，我看到你的这个面，这尼啊爽朗的这个身影，啊做代志的灵活度，根本都是看到我的妈妈，所以我叫阿妈叫不出来，我就跟阿姨讲，有一天我希望会当带我的妈妈来认识张美阿姨，认识传电。我今天你真正做到啊！对呀，我跟我的妈妈大米米妈给叫来传电的面头前啊，米妈你嘛给传电问好一下，简单几句诶。传电你好，我真如好福，我真正来到这吼，会当认识你。啊嘛感谢你吼，安尼照顾这个小米，安尼还有这个机会吼。是啊，来到这呢，受恁的照顾。当年的你好哈，当年的啊，因为你嘛秀气，我嘛秀气呀，对，应该是，是啊，叫你当年的，对对，当年的，噶啦，咱庄卡较早吼，像我做囡仔时啊，阮阿嬷啊，甲隔壁的阿嬷吼，啊因拄着拢会叫当年的，叫当年，即摆噶啦较无人啊，所以咱即摆嘛算有年岁啊，咱就大家拢称呼当年啊，嘛感觉较亲切啊，较亲切。系啊系啊，这个当年的吼，你若讲咱永过吼，永过咱这下，咱若当年的，咱的爷爷会叫啥？会叫你当年母啊？嘿，当年妈，当年妈，孙就叫当年妈。啊，若是囝儿啊，就叫当年母啊。啊，对，对吧？哈，哎，这叫做咱永过，哎，迄个方式哈。对。哦，当年嘛是叫当年母啊，当年母这听起来像那一个母啊，那叫奇怪哦。母啦，母就是母亲母啊。哦，所以米妈的年岁甲张美阿姨年岁同款啊，那是叫庄卡所在，台语就是看到张美阿姨，我唔是叫阿姨，应该是爱叫当年母啊。好像在叫奶妈尼母啊，是冇？当年母啊，当年母啊，哦，啊，那是拄着阿姨，哦，童年娘子，嘿，哎呀，童年娘，这个讲迄落啦，讲台语较顺啦，对啦，台语较顺啦。啊，那是拄着你的先生，我爱叫啥？当年刚啊，当年爸，当年爹，对啊。真的假的？当年爹，这爹听起来真国语啊！我较早，我较古早，当年爸啦，有人，阮迄个做囡仔时代有听当年爸，无人叫爹。当年爸听起来嘛真亲切的，对啦，系啊。啊那呢哦，既然讲到当年爸，我会当做冒昧请问这个张美村长，咱安尼熟悉一挂时间啦吼，啊，我拢看你无用遮大片田，啊，我嘛看你的有机纪录片，其实你的故事吼，即马会用全台湾拢同人知啊。不过较罕呢去看到，当年爸咧，传传你当年爸哟，当年爸个诶，远走高飞啊，伊都是嘿啊，已经嘿啊都。我敢那四十四啊五岁，都大概分开啊，离婚啊。哇，你要真少年的时阵都，对啊，你迄个年代你都经历离婚啊。系啊系啊。啊，你后来囡仔拢是你家己一手带大的。囡仔吼，迄当阵囡仔拢大汉啊，我大汉的都已经伫迄个文化大学吼半工半读。嗯哼。啊，阮第二十个囝都入去部队啊，做士官。嗯。啊，了第三十个囝嘛是
护士毕业哈，护士学校毕业去做护士。啊，干那细汉细汉阿囝吼，要咧读，迄当阵要咧读国中。哦，安尼算讲你选择离婚的迄个时阵嘛，伊嘛是有考虑到囡仔拢大较大汉啊，是敢是安尼，还是只是纯粹已经冻袂掉？无应该哦，其实迄当阵啊，迄个年代啊，要个较无离婚这个代志，对啊，所以。迄当阵离婚，应该是讲，阮妹妹啊，阮囝，阮外甥啊，因较有智慧啊，因拢感觉讲，先生若有外遇啊，还是要爱离婚，爱分开较好啦。讲拄头啊，可能两年啊较歹过啦。伊讲慢慢适应了，你会感觉你的生活品质会较好。伊讲你若讲。无分开吼，常常互这个代志安尼，算讲你的精神上啊，会无好嘿，就嘿啊，小孩子应该说也是非常怕爸爸，就觉得分开住比较好，哦、他们都一直在鼓励妈妈说。还是离婚好了，那卖大做伙。原来，安尼讲起来，我感觉迄当阵你是等于有一寡外力。来造成的对哦，其实咱去当阵的年代吼，对这离婚，感觉真无民主。去当阵我是安尼想，系感觉真无民主，奈敢若囡仔拢二十外岁啊，嘛遮久啊，奈佫有发生这个代志。啊，拄头啊是就是这个原因较大啦，就感觉真无民主啊呢。啊，毋过。二十几年前哦，差不多二十年有啊啦，离婚啊呢，迄当阵就是二五六年有啊、哦。哇，安尼迄当阵就是你过来伫宜兰农村，等于生活二十出头年了，拄到离婚，然后你继续要是伫宜兰这个三星乡这个农村，继续伫遮生活，然后竟然后来家己嘛开始做田，才会有后来的行健有机村。这件后边这个代志对吧？因为离婚的迄个年代时，你还袂做产嘛？你讲你的先生是军职人员来讲哦。其实迄当阵吼，安那讲离婚呐、啊、吼，离婚之前都迄当阵应该是讲有阮先生有外遇啊，外遇了，够拖一两年啦，嘿，拖一两年。了，因吼啊，就是妹妹啦，囡仔都感觉讲啊，行这条路啊，拜生活品质较好啊，所以我伫七十九年啊，未离婚就开始选调船长，啊，未离婚啦，哦，船长，嘟嘟要，干那要选船长，迄个进程都开始有这个问题啊，哦，啊尾啊，我砖头的。就鼓励讲，就因为我拄过来遮吼，阮遮敢那像我即样的啊，都无读册，像我即样拢无读册哦，啊，就是变讲我拄过来遮是，囡仔去做兵啊，迄当阵嘛无电话啊，拢用写批啊，啊，我就开始会替因看一下批啦，替因回一下批啦。你是真罕的，即个年代内面册读了较悬的呢，嘿啦，对吧？都替砖头做这个代志。嗯，我还记得以前来拜访你的时阵，听过当年母啊张美阿姨吼，有讲过你是。还得宏观人，台中丰原的千金小姐，你读女中嘛？啊、女中毕业之后，啊，嫁来宜兰，所以这嘿拿呢算算起来，四十几年前，你嫁来宜兰三星乡这个农村，哇，大概当年同年的人都不识字来讲，唔捌字，啊，就是你。特别会当处理一寡文书的物件，所以你讲哪个选船长的时阵，已经你四十几岁啊，大家特别嘛看到你的这个长处，啊，需要等于迄个力量嘛，等于鼓励你讲，啊，无你出来选是安尼哦。啊，不过你如果当地咧经历老公外遇、婚姻的一个大问题，嘿，嘛真辛苦呢。如果事业、个家庭，嘿，当阵不过吼，我咧选船长的时啊。老公还是有去砖头，
去百货店拉票呀。嘿，伊就人讲啥，有十包人就想要打相准啊。啊，想卡打相准，较不爱离婚啦，较不爱离婚。对我吼，嘛袂使讲伊对我歹啦，啊，就是讲人生拄到这代志，可能伊踏入这个代志吼，到尾也家己嘛困扰，吼、嗯、啊困扰啊，对方佫一直逼伊离婚呐，吓、嗯、啊，就这个代志，啊，伊是不爱离婚，啊，阮到尾啊，就是阮妹安尼讲。所以伊无想要离婚，不过伊嘛真支持你宣传顶个对啊。伊嘛拢会去替我运动啊。哦。因为我若去运动个时，拢讲，恁，伊拢叫伊，他的名字叫文藻嘛。哦好。你文藻，拢来只讲拜托，替你拜托。哦，你意思是讲，伊拢家己默默的偷偷啊去给你邮票啦。对啊。哦。啊，到尾啊，嘿，都无法度嘿。安尼讲起来，其实听会出来，阿姨迄种心肝头嘛是有感激感动嘛是有啦吼。有啦，嘛袂，变讲我的心态是讲吼，较今仔日为查某人啦离婚的安尼怨天怨地啊，我还是比较单纯啊，变做讲啊，得拄着啊，就面对，啊就再接受。嗯、啊，你讲我的人吼，对人我嘛较袂去批评啦，所以伫这砖头啊，等到砖头人伫骂阮先生啊，其实我都点点，我嘛是感觉讲就分开，就大家好好生活啊，嗯嗯，大家拢好好生活就好啊，伊嘛好好生活，我嘛好好生活，因为变作讲我的心较袂去共。去讲万切啦，就是讲啊，大家就平静就好了。嗯，而且你的小孩拢是支持你这边的，因为因拢惊爸爸。是安尼。所以你的迄当阵是有一个支持的力量，无唔对啦，是讲厝内的人啊，啊辛苦边的环境，所有的人员工拢徛在你这边的吼。对哇，厝边倒啦，只砖头的人拢会感觉讲，拢徛伫咱这边啦、嗯，甚至讲连阮婆婆因迄边吼，当然阮婆婆因阮小姑阮小姐较不爱我离婚，因、嗯、较不爱啦，因、嗯、就是感觉讲嘿啊，嘛真介意哩，一定是较不爱我离婚啦。啊，不过即马离婚了，伊嘛是要是认定讲我是伊的媳妇啦，阮婆婆啊，我那阮小姑小姐就感觉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嫂，嗯，永远的大嫂。哎，啊，不过呢，一个讲永远的，你离婚安尼二十多年啊，像讲行健有机梦想村嘛是这几年的代志，等于是讲你家己创造出一家的事业来讲，而且有声有色。这我那不是今仔日那听到你讲，我才知影讲原来。你并不是一般的农民家庭哦，一对翁阿婆安尼一起同心协力安尼，哇塞！尤其我看你的行健有机梦想村的纪录片的时阵，拢看到一寡镜头，就是讲哦，你身为船长，啊，要带领这些在地这些农民去给因鼓励，去拜托因讲来啦，大家拢来做有机的时阵，迄拢真侪拢做资深的。老农民啥，迄真正拢要做田，啊你袂晓，所以你拢定定去有人吐槽，啊你身躯边阁无一个查甫人互你靠，你是安那哪有法度面对遮个啦？应该讲我伫遮吼，这个砖头做船长二十年，嘛变作讲甲大家拢混甲足熟个啦吼，大家拢足熟个，啊所以你讲。我伫九十八年啊，就想讲，因为我95年有买着有机米来食吼，啊，就感觉，哦，这有机米哪遐好价，一斤，迄当阵我买84块，啊，普通米才23块，四倍哦。嘿啊，啊我、哦、啊过来就是，我嘛较不爱平农药，嗯，我对平农药拢会安尼，像我倒摆安尼四季坐啊平农。看人咧闯农药落来，我倒我较记得坐过，足无爱骗的，哎呀，啊，就感觉讲，嘛去感受讲，哦，啊，迄农民闯农药足辛苦的，
吼，来来咧，迄也用过去嘛吼，所以烟雾拢足大。啊，阮遮有时偶尔嘛是有人中毒，啊、中毒中毒啊，啊上病医生，我就感觉，哦、啊，佫食到有机米遐好个，嗯哼，啊，所以就一直平常嘛会甲因讲无，咱咱是毋是爱种有机较好？佮农民拢会甲我应讲种有机。种有机无袂使转药啊，要到休息啦，都会用即句，啊个，都拢会安尼讲，啊我就会，嘿啊都安尼无，啊都到98年啊，我都一直咧想这讲啊，就安尼去找阮乡长，刘敦亮乡长啊，啊我都去甲找啊，我讲做，乡长，我想讲。我穿遐，我来鼓励农民来种有机吼，啊来拼看有机穿无安尼。哇！啊、你一个开始野心，就是就做野心、企图心，嘿、啊，要是一个穿的对啊。嘿，啊，阮乡长嘛，对这有机，人不一定大家拢会对这认同嘛。嗯。啊，伊不哩认同，啊认同了，伊就我讲，我就是。讲这就是个讨经费啊！哦，因为办，你讲要办教育训练啊，嘛要有讲师嘛，啊嘛爱装卡，你就知影，爱有一个后面啊个啊，比如讲农民来鼓励来听吼，啊听啊一届啊，你也无一个个奖励吼，可能伊个办单嘛不爱来，啊有啊乡长不哩好，伊就补助我钱去买有机肥。哦，一包有机肥200几块，我迄农民拢足爱来，足爱来听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所以你真用办法呢哦。嘿、啊，这个规个过程做法啥，其实迄拢唔是讲你去上过一个课叫做传长的课拢无诶，是你家己哪做啊？是讲嘛是家己的哪里讲诶？家己嘛无爱农药，不喜欢那个味道，然后。知影讲什么是对家己好诶，是为家己家庭、家己的需要去想，所以扩展到你会当透过传长的力量，啊来扩展到这个砖头，诶，大家来试看卖下就对啊。啊是讲你用方式的这个妹妹哥哥吼，大部分拢甲你支持的较侪吼。有无？因为你用的方法看起来嘛拢袂歹，我常常呐看迄个受访问的人讲，哦，迄当阵啊张美村长伊就是讲哦，你来啦，你来甲我倒休停一下，所以哦，船长你袂当退，因为是你叫我过来甲你停的，但一定爱停到底。啊，这压力嘛有啊，压力吼，你讲做有机啊嘞吼，这五六年当然嘛是有压力啦，啊嘛有艰苦的。啊，蛮烦的，拢有啦。啊，所以，我有时啊，家己嘛去回想，讲做，其实，比如讲咱查某人啊，吼，都是，比如讲我都是伫遮做船长20年，啊，佮兼社区总干事，拢会去外面听一挂人的讲座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一挂消息啦，啊，无形中啊，嘛感觉讲。咱会生咱的智慧出来，会咱的想法出来。嗯，你讲今仔日我推有机，应该是讲咱都参加一挂遮的公共事务啊，吼。嗯。啊，靠伫地方遮呢，甲人船长做咧，靠甲人搭插啊，吼。嗯。啊，都直较会关心咱大家代志啊，所以才会。再来推这有机，想讲看会当予农民，趁较有钱无？嗯，系啊，啊，佫较健康安尼。即以前你做少年，即、這个就是伫查埔囡仔时代时阵，咁都是较属于外向的个性的，还是讲比如讲参加社团活动，属于较领导者的迄种个性的。少年时的家己，其实我的个性吼，嘛，无讲外向啦，应该吼讲内向，啊，应该是讲即马，比如讲即马会当安尼面对镜头啦，面对啥吼是磨出来、啊。但是我读国校也是啊，各拢做班长咧，毋知是安怎，因为老师毋知咧。啊，计步性啦，较嘿对啊。
真介意个人斗三工啊，较慷慨啊，较慷慨。啊，嘛嘛是算聪明的小孩，知影处理代志，较会晓处理代志。这做班长的迄个方法，应该就是爱比一般人较好，才会当管理一个班嘛。哦，是讲我嘛，免去要讲你是不是自细汉都遮尔啊？一个这么愿意乐于助人的个性啦，反正你都是哪里讲的，人生都拄到这样，啊，过来都是去面对啊，啊，如果家己嘛拄到想要做的代志，啊，做单纯的你都一直伫咧往那个方向去，像你这个行健有机村已经即马咧算起来六七年啊吼，即马遮尔啊这个规模，那讲起来，伫全台湾来讲，已经变成甚至是一个观光的地区啊嘛。你会接受一寡人事前来预定，想要来参观这个行健有机村，对吧？对啊，那是报名一台游览车来讲，来到这要参观，一般来讲会有啥物行程？你会安那设计，感觉讲安尼是较有好耍、有意义的？会有啥物？我即马已经。人来遮参观啦吼，啊，算参访安尼吼，阮是有定一个，拢有定一个行程吼，啊，迄个收费迄个啊标准啊，嗯，比如讲，你若是要来遮参访，就是你有要来了解这个有机村的运作啦吼，伊像讲有个人要来学，啊，有个人是来纯粹参观的，来学的，就是讲。咱都爱做一个介绍，吼，吼，啊，个导览啊，啊，伊迄弄一个收费标准，嗯哼，啊，若是要来观光的吼，要来旅游的，就加安排龙式体验呐，哦，可以体验讲，啊，咱这有机村，比如讲因有诶呐，有要来食米啊啥，互因了解讲这个种作，哦，咱是安怎种作，互因了解这个。这个代志，啊，个美食体验，美食体验就是阮即马有做迄、那个，比如讲种有机的迄、那个做菜头粿啦，吼，做蚵仔粿啦，啊，做米苔肉，弄遮种有机的菜头啦，蚵仔即马蚵仔嘛盛产呐，啊，拢伊呐看伊要体验倒一项，啊，个米苔木、DIY 葱油饼。啊，阮家葱油饼，因为三星葱上有名，嘿，但是我的葱已经转做有机啊，吼、有机的葱啊，嗯，啊，过来迄、那个，敢那前三年，阮有人来帮忙吼，替阮，甲阮教就对啦，讲将迄个米谷、迄、那个米啊，嘿，摕去南部有一间伊迄个加工的工厂有验证过，所以阮迄个有机的迄个青的米谷粉嘛已经有在卖啊，嘿，在做加工用的啦。是，我这恁的农产品、农作物的迄个品项已经离我延伸出去，对啊，对啊，到到在增加呢。这所以观光的嘛好来学的，加工的吼、啊，透过来遮观光了解的，或者是来遮要学的，要拜师学艺的，拢有嘿。哦，啊，那呢讲起来，这个即马主要的中心都是伫合作社，对，一家为基地的对吧？对啊，对啊。安尼，这个事业佫安尼继续落去，船长。我的当年无啊，请问你的愿景，你的大概未来你的是做个什么程度？你家己还佫有想要做的？其实我拄仔讲无对吼，我食中餐嘛，有咧食有机餐呐、啊，嘿、哦，比如讲看你要爱什么项目，看要DIY 啊，是要食有机餐，还是要创啥拢有，啊，就在大家人去介意。啊，我的愿景吼，其实。像阮前几工啊，有去迄个高雄啊，上迄个农业专区的迄训练。哦、oh.。啊，其实农业专区，阮遮内底有诶李干事，啊有诶公务人员退休诶，伊就对这拢讲，无讲赞成啦，就讲啊，迄拢是政府要做成绩诶。其实我诶看法都毋是安尼，我去啊嘛开李干事，我嘛会甲因伫啊。一直
一直跟将我的想法讲互伊听，一直跟讨论讲吼，有机专区即马就是县政府跟报去农委会的嘛吼，啊我讲专区的物啊，要安怎运作，其实我嘛拢也唔知也袂晓。我即届去高雄听迄个上课了，听因在讲，当然嘛是对我要运作，要将即个村拢甲发展做有机村吼。我感觉是有帮助的啦，哦，所以我的愿景，其他伊讲，不管讲政府补助偌济，也是偌少吼，至少用这个专区吼，要推动，用专区来推动，感觉讲，看会当增加面积无？我的愿景就是能将这个增加面积啊，村啊，是真的。扩大面积是真正是大家较侪人来做，嘿，用来讲用这个办法就对了，嘿啊。你要搁甲土地真正做有机的这土地扩大，扩大是我的愿景。哦，愈侪人来做有机是上好的，对啊。这土地变做讲吼，大家在做，较袂污染嘛，啊，搁是真正。有机村做起来，我们家那个效益也如何啊？嗯，所以即马有机村伫咧行建村的这个砖头来讲，是百分之偌济？即马应该是讲差不多两成外啊，两成。感觉已经加入的农民是真济啊，啊，结果你讲二六个啊，所以大家土地加加起来，伫你的愿景讲起来，哇，咱。大家要够努力的方向，那个挑战都还很大。对，还佫会继续扩大的呀。所以即马这个专区，我就感觉讲，对我来讲嘛是一个机会啦，嘿、嗯，机会要够拓展的一个机会。嗯，你袂忝吼？你即马呢？迄野心听起来两声哇，佮距离古爷行建村百分之百，你的人生要挑战的物件，你拢无滴花添的吼，感觉无滴惊。其实我嘛一直甲阮迄一挂青龙讲吼，少年啊，我拢甲伊讲，阿姨即嘛就是讲这条路铺落啊，以后嘛是恁爱来少年爱来完成，并不是我都有法度啊，嘿，我是我家己嘛安尼想，我嘛一直甲即个少年啊讲嘿。应该是讲，就是你来继续坚持吼，啊，继续打拼，将这个村真正是有机村给做出来。嗯，不过因对你的情、你的理念，或者是讲你做这个代志，迄个动力的传承，你感觉这个后一代来讲，敢有遐尼好理解，遐尼好接受你的，会当好好啊继续贯彻落去。其实吼，我即马今年安尼吼。今年感觉啦，像阮办活动啊，都拢叫一挂少年啊来参与啊，像挂地瓦好啦，还是报餐啦，还是活动。即摆渐渐吼，变讲我今年挂地瓦都叫阮一个高中陈高中啊，伊嘛是爱嘛是因为做有机，才带一个某来。哦，伊真正是无做有机，真正做惯性的，你不会。一直曝光啊！哦，出名的对啊！曝光了，啊，阮隔壁村一个，伊对这伊是大人啊，对这有机可能因都一挂概念呐、啊，公务人员嘛，真肯定，这个少年家的对啊，才给啊，无我都在笑讲，我怎阿弟阿咧？做有机才娶这个某啊，伊嘛爱笑，所以娶、啊、这个某还好嘞，大学毕业的，本来阮高中。对卖物啊，卖这有机的物啊，拢交来合作社，伊家己嘛网络上袂晓，啊，这个某都会晓，相辅相成，啊，我叫伊来做主持啊，我伫我活动当然嘛爱我讲的，所以这个拢真牛啊，嘿，我即马有啊几啊，像我囝婿你看退休来合作社做总干事，啊来安排这个活动，慢慢的。他们比我还有能力的，系啊，嗯、啊是讲咱这个精神吼，对啊、哦，我是在这里，这个精神来传承给他们，对啊、哦，对啊、哦，所以这嘛是
我感觉讲，会当带我的妈妈环岛的这路上，会当拜访像张美阿姨这样赞的，这样人生的指标，让我们听看麦阿玲的一挂心路历程。啊，透过做广播节目，大家嘛会当那听故事，啊嘛那去感受讲，这个做人有目标，安尼这样啊拼死着，啊感觉嘛趣味趣味啊。嘛是有机会嘛，试看卖啊嘞。对啊，嘿啊。那是讲，透过安尼一寡交流啦，以前你嘛无想到讲会拄到媒体啊，奈家己奈变只红。对啊。电视嘛播，广播嘛播，报纸嘛播。安尼，即届咱这是要透过网络的电台发送诶，所以是全世界只要会当上网都有法度听到。啊，大名的部分呢，我是一个爱听故事，我嘛足喜欢张美阿姨，所以真感谢你，和我会当来遮拜访你。稍等下，要搁食你的亲手煮的有机午餐，我实在太幸运了。不过今麦要甲大家预告的是讲哦，咱大名甲张美阿姨的部分，今麦先到遮。稍等下呢，我还搁准备一个欧米亚的，迄就是哦，要给米妈甲张美阿姨的对话，因为哦，因两个算同时代啊，因两个同年哦，啊，而且拢做产过来哦，阮母啊是惯性农法，以前的做法的，哇，因啊看到张美阿姨哦，那辛苦干呢，什么拢用手工啊，今嘛不是拢有机器啊，所以我的妈妈有做者疑问呢，我再来留好后半集，和我的妈妈来跟张美阿姨开讲，谢谢阿姨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我虽然讲六十八岁啊，不过我嘛有足新潮的想法，我的想法就是安怎，你知道？我一直梦想讲吼，我是会当去学迄、那个学遐国标舞。哇，好棒哦！这真正是我咧想的，因为我较早看阮迄大汉查某囝，第二查某囝，伫唱歌的时啊。拢会跳舞，互阮看，迄、那个身段啊，互我讲，我也会晓，安尼唔知偌好。啊，但是迄是梦想尔，因为我较早期吼，嘛会看人讲啊，会晓开车，那较高，啊，我就去考牌啊。我四十差不多，啊未五十去考牌，结果考考的吼，迄当阵嘛无钱好买车，所以人讲学车学晓，就是爱落去开啊，才会晓。所以我现在还是一个梦想，说我也不要开了，我都坐人的车。再来就是我有时候在想我女儿，我小孩的，其实我女儿的想法跟我的想法，我会感觉说我比较新潮，比如说我对一些生活的吃的知识啊，还是说处理事情的知识，我都感觉我比我女儿较先进啦，迄个看法较先进。啊，我嘛有时啊伫电视看人咧跳国标，也是看人跳，会感觉我哪会晓跳真好。但是这个话吼，我都要唔要讲出来，唔要讲我查某囝。真啊，想都讲袂出来。对啊，伊一点讲出来用笑，我讲妈妈你遮老啊，啊，佮我咧想法，其实我就是正经有咧想法。我哪会当安尼自由安尼？跳迄个身段有身段的舞出来，我也感觉讲我足欢喜的，嘿啊。